巡逻员警巡逻到一半，发现前方这名骑士呢头戴红色的安全帽，但是呢安全帽的带扣没扣好，上前提醒他，没想到却意外碰上了紧急状况。你那个是怎样？怎么了？刚刚拆断了，被那个柴刀了。哦，那赶快去走走。好，原来这名呢从事装潢工作的诚信男子，趁着中秋放假赶工，在施工过程当中要关掉原锯机，一时闪神，手指不慎碰触到了刀片，瞬间右手大拇指直接被切断。那事发突然，他连忙将断指捡回放在口袋，骑车直奔医院。那手也没办法扣起安全帽的带扣，没想到中秋假期诊所都休诊，好在刚好碰上巡逻员警帮忙，沿路鸣笛开道，火速带着诚信男子赶到医院急诊。因手指头断掉没办法扣安全帽，同仁见男子不见的右手大拇指伤口鲜血直流，二话不说立即全程鸣笛开道，争取缝合时效。那警方在最短时间带领男子到医院，经过手术缝合，诚信男子顺利接回断指，留院观察，没有大碍。那他呢也非常感谢员警为民服务，协助开道。